毛巾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趣味竞赛总共有四个关卡。好，第一个关卡是篮下30秒投篮，好，就是在篮筐下45度角，然后有30秒，只要投进3球就算过关。好，再来第二关是罚球线地点投篮，好，在罚球线区域投球，然后每个人有5球的机会，那投进2球就算过关。好，第三个是篮球9宫格，好，就是我们有一个9宫格，那只要将篮球抛入9宫格，好，连成一线就算过关，那每人有5球的机会，好，所以5球连成一条线就可以过关了。好，再来第四关是夹球绕圈，好，就是把篮球夹在双腿的膝盖里面到指定区域一圈，那30秒要回到原点，好，那就算过关。好，那以上是今天的四个关卡，好，那大家闯关卡可以先准备一下，我们等一下10点准时开始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闯完关呢，我们有赠送这个2感毛巾，好，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非常的好用，好，那人人都有机会，好，那闯关卡都已经刚刚工作的时候已经发给各单位，好，那每一人就是一次的机会，好，那待会10点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来闯关了。啊，注意不来，李明忠也不来啊。李明忠不来啊。李明忠不。开幕式吧，单安尼啊。有啊。都话体委会迄个人。少年队的水电副队长让我来。哦，少年队啊。两场地广播。少年队，我高级队，三分球。好，那我们各位义工朋友，我们烤肉已经到了，现在请各单位派几位壮丁猛男美女到我们的报道处旁边，我们这边来。恐怖症同好会哈，先到我们的报道处先讲到一下费用哈，万分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滚毛彩啊！有啊，黑毛彩是迄种黑后抓的。哦，今麦拢弄下后抓过来，啊无。哦，后抓才毛彩呢哦。哇，好热闹。你把叫，哎呦！怎么推进来？对，啊，都打掉，怎么了？啊，乱拉了，阿公爸。壮年组织。
哎，教练团，还有，快点来。哦，叫青少年组，我就叫我点点头，恁对嘞，点头咯。青年组的下一场由我们。啊，你来讲，好没啊，开始啊。对对对，我记得。下一场是比赛的起点准备。包下来，记者委员家里亲亲就对了哈。加油！来灌水，灌水，哎，灌水。现在落几粒球队赛啊？三个。啊，三粒吧。我猜了，啊，五个。对，怎么样？那些什么东西呢？都给你们要。好。
三对三，那就再去淘汰赛下。哦，啊，对面掉光棍起来是，那个贵球。我还要奖牌。他几点颁奖？大概打完吧，大概中午啦。中午啊。Yeah.
这个你看看我太太吗？到哪去？啊，我提包嘞。你把你打拢来，啊，你也无人，你话要不要拢你家啦？哦，这两个乌狗，乌狗，乌狗遐啦，嗯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国华的金色指导员。美少女队啊，对，帅哥队啊，好好好。
哎。好，跟跟跟跟。结婚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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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，大哥再来啊！来，有啊，来来来来，小朋友来，去那拍照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大家。眼睛堆血灌进去啊！饿了，进菜了，进菜了，饿了，啊！动容得，你两边在动这下，你容易习惯。小孩子来就好了。你家己我吃吃，阿姐啊，灌篮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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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篮。你全部你来看，家里拢无正常在那看。阿爸，给你快点干这事啊！我赶紧。三个话，三个话呢？啊？妈给，妈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妈妈给你，你这个姐姐。好，换姿势，换姿势，来，妈妈给你，快点给。好了，近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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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。
啊，张俊文没来啊？哦，没来没来哈。来，冠军队带不带？露营，露营，来，三二一，带。万人路演，来来，红星队，这哪一件？这哪？哦，我见着外地外地方，嗯，就带来个家家族。没累了，没累了。哇，我变，累累了，哦，弄掉吧，弄掉吧。是几点呀？三点。三点。三点。哎呀嘛。几月？我玩四月你嘛，你操刀呢啊！第三名啊，第三名，好，都来台湾啊。
好，我们慢聊也在厮杀了哈，我们慢聊唱不好换在哪里？慢聊慢聊慢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们少年队少年队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恭喜准备了，我喊恭喜，大家喊加油，恭喜！赚啊赚啊，少年队加油啊，恭喜恭喜，哎中金安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很大很大，球会有啊，龙总
对对参加。高德。那高德。十九队，四个组，四个组别啦，十九队。十九队参加啊，好在好在在。首领组甲场 B 比赛已经结束了，首领组圆圆们的少年队拿下冠军。来，正算免算不算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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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水对不对？松平，我在找。这样，哦，你绕场了，啊，你。再快点！啊，你要吃？不要了。都好吃呢，丸子，不是啊，不知道。不能吃。我在插嘴啊，我在插，啊就对。我靠，啊这一旦归过来是怎样？对，好来下来。